所主办的中秋晚会。首先我要感谢我们的青年团团长陈金城哦，他不参与这样一点事情。还有我要感谢的就是我的妇女组副主席景青，罗景青，谢谢他今天忙了一天，因为我现在吉隆坡很多事情都是景青在代办。还有我们的妇女组谭雅妹所指示的灯仪。当然有一位我要感谢的就是我们的陈国强 KK 所以毕处长，我们毕处长国强，他真的是帮我代劳看场地啦找餐饮啊，所以也是东奔西跑的，很多谢他，真的是有他真好，有他真好。然后我还有很多人要感谢的，当然就是今晚的经费，今晚的经费都是由我们一般这些伤心人士啦，我们的董事啦、会长啦、董事啦、名誉顾问啦，还有很多的会馆代表，因为我们有外地的会馆代表、劳务的，还有关丹的劳务会长王国良，恭喜你哦！恭喜，我跟你讲，恭喜恭喜。代表，还有书包，还有昂棒的达杜梁国伟，还有关丹的，还有关丹的代表，谢谢他。改天我们跟你合作，关丹的代表梁世强啊，梁世强，李世强，我忘记你了，关丹代表啊。改天我们会跟，相信我们会跟关丹合作，把这个宴会会办得更好。其实。我们高中的记忆，你们的公园就是同心哦，共赢哦。我是很高兴，我是觉得你们这个气质精神一定要延续下去，我们的这个会才会办得更加好。希望我明年会办得更加好，而且希望你们也明年一起来，和我一起来再来这个联欢晚会，再来参加我们所主办的联谊晚会。谢谢大家，祝大家晚安，谢谢。谢谢我们的隔壁馆的个人待遇。那接下来我们有卡拉 OK 时间，大家接下来自由活动，里面有卡拉 OK， 有首歌，还有很多啤酒，大家继续的 enjoy。好，谢谢。我们有请的是最高配曲，原来代表我们唱好。首先当然是由我们的总会长达多斯陈一根为我们带来一曲《月亮代表我们的心》。Thank you.
多少，我已有几分，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也真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你问我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不移，我的爱不变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轻轻的一个吻，已经打动我的心。深深的一段情，叫我思念到如今。你问我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